今日这事情必须要做个了断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我希望你不要插手。你这样过去，只会白白送死。有些人，有些事儿还放不下，怎么可能会是送死呢？今日的事情结束之后。 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是该做个了断了。而且，从今日起，你不会再有机会和青儿讲话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讲过了。当年在关外，我并非是要取你的性命。还有，你谪仙的名号。 我也并非有意冒充，现在骑虎难下，算是咎由自取吧。不用再为自己狡辩了。我来此是为了见一人，杀一人。如今，该见的人已见，该死的人也必须死。好，那我们就剑上分高低。